好，来继续来到高雄的前金区，在自强一路的一个巷仔口，再去路边这个熊熊车队，这个三线道的车路必顺帮你，而且是愈离愈宽。讲车队上深的将近有一米深，都惊会危害到两边的骑机。区公所先来劝导撤离附近的住户，而且来管制着人甲车来出入。公务局初步来判定，应该是这个建案在起处在挖这个地下室，地疏路面的土壤流失，这些车队已经命令要停工。碧油路严重被顺口崩落，崩上深的所在已经有一米，路牌底要焊，道路变形。康熙北面看到高雄自强一路83巷仔口这个建地边啊三线道的路啊，自透早就开始被起范围嘛，继续的扩大。边啊市民家厝事发了后，区公所人员嘛赶紧撤离住户。这边这四户还有那边那两户，因为考虑到怕会有后续再下线的问题。怕会有危险，所以要请他们这六户撤离。很恐怖啊！还好没，还好家里没塌陷呢、啊。我是拄只七点外起来先哦，看咧这么轻的。住户实在真烦恼，就惊家己的家园嘛受到影响。当初这个建地当在乌地下室，公务局初判因为钢筋和挡土壁搭无够密，地下水漏水才会造成路啊崩起。沙子会从这些缝隙里面跑出来，啊，跑出来之后，随着地下水跑出来，啊，就把我们原来支撑在路底下的一些原来它的沙的路基把它掏空。实际来问建设公司，哪会漏水得着？安内回答：鸡卵甲八毛汤啦。造成公安的问题，目前施工单位嘛已经奉天工，搁爱接罚单，放弃路啊嘛赶紧封起来。相关单位希望赶紧补强来修复，希望赶第三工来恢复正常通行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